云端的部分的话，我刚刚讲过上课的讲义哈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上课讲义里面，你们刚刚我刚刚的画面在这边也可以，你把它点击开来就是这个嘛哈，题目就在这里，反正你也可以在云端上面看，好，我觉得好像反而云端看起来也蛮舒服的，而且现在 Google 现在除了卖 App 之外，也在卖电子书哈，什么钱都要赚，好，而且好像还蛮好赚的，因为电子书也是都空的嘛，反正你就做好之后放上去就好了，好多好，好，不过之前还有一个同学好像跟我问说。老师，那个电子书实在这样不太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买了之后，可是我买实体书，我还可以在网拍卖给别人啊，对不对？我还可以卖钱。可是电子书我买了之后，我就没办法卖啦、啊，我就而且只有我的账号可以看到，别人账号不能看哈、哦。但这个有缺点，有优点的哈、哦。OK， 那这边的话呢哈、哦，我们进来之后的画面，另外的话，我刚刚的画面我也把它放在我的那个云端的。这个白板里面，所以如果后面的画面如果你要看的话，你可以到完成画面里面，那我刚刚已经把、哦、完成的画面丢上去，各位可以参考一下、哦、这个是我刚刚写的程式，那因为我们只有两天啦，所以我没办法用那个 live demo 给各位看，一行一行 call， 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上课比较从容的话，我可以慢慢一行一行 coding， 这些都是我从头到尾 call 出来的，绝对不会有问题的啊、哦，所以你要很熟悉这个 call 的方法，反正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，你就是养成好习惯就可以 call 出来了哈。好，那第二个阶段就是说，我们要怎么样产生一个不重复的，也就是说你重复之后，在产生一个乱数之后，要比较嘛，对不对？那跟前面比，那什么第一次不用比，所以你要把第一次的这个部分哈、哦、避开哈、哦，第一次避开，所以第一次要怎么避开呢哈、哦、？OK， 那。我们来看哈，那第一次的话，我们要避开的话，首先这边哈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这边已经有写好的哈，我这边有一个 OK， 那基本上哈，大概我把它写在这里，基本上就是这个区块是哈，是我们产生乱数的部分，那有哪些部分是新的哈，其他都是旧的嘛哈，第一个我在这边宣告一个 pooling， 这个 pooling 哈名称叫 flag 是判断有没有重复哈，预设是没有重复。那我们把那个刚刚产生乱数这一行放在哪里呢？放在一个度回圈里面。那这个度回圈是后测，就是说呢，后测试回先，因为为什么要后测试？因为你第一次一定要先产生一个乱数之后，再来判断有没有重复嘛，对。所以我这边的话呢，是用一个后测试回圈。那后测试回圈的话呢，是写在这边度先产生一个，那flag 预测就 false， 就是没有重复的哈，没有重复。然后呢，在这边产生一个乱数。也是一样丢给什么？丢给我们刚刚的阵列，这个跟前面是一样的哈，乱数部分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判断说它到底有没有重复。那如果 i 呢，它不等于0的时候呢，才去跑这个回圈，比较的回圈。如果它等于0的话，那就不跑了，因为第一次自己本身就一个号码，干嘛比较？所以第一次不跑。那所以第一次不跑的话呢，再来就第二次，第二次 i 等于1嘛。那当 i 等于1的时候，就会进到回圈。那 i 等于1的时候呢 ，j 等于0 j 等于0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跟前一个比，对不对？那前一个比如果相同的话，相同哦，有没有两个相同，对不对？那就flag 就怎么等于 true， 那如果等于 true 的话呢，那就不再跑回圈，有没有坏了？后测试回圈，我想这个应该各位学 Java 应该有学过吧 ？Java 就那个。那个回圈的部分呢，有后测试，也就是我把条件写在后面，好、哦，然后其实这个地方你用前测试回圈应该也可以跑得出来了，不过我觉得逻辑上这样会比较通。OK， 那如果等于 true 的话，你再跑，等于 true 再跑。OK， 那如果等于一的话，就跟前一次比；如果等于二的话，有没有？那也是一样。如果等于 i 等于二的时候呢，那 j 一样从0开始。零一有没有？那 BBB 哎没有重复的话，那等于三一样在跟前面比，所以这一个写法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方式，就是第一次不比，然后呢第二次以后呢跟前面的比的写法，就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后面的话呢哈，就是跟前面底下的部分输出条件跟前一题一样，就是说六以前的话就是都是第几个号码，第六的话呢哈就是特别号。OK， 然后底下的话是补0，那我们来试试看，基本上这样子跑出来的结果，你可以按一按哦，
基本上呢，这样的写法呢，基本上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呢，不会有重复的，你再多按几次啦，基本上这样的写法，没有重复，如果你没有重复的话，这一题就算完工了 ，OK。所以刚刚写的这部分，不过其实好像这个分数也不好拿，因为十分的话，要写这么多东西，而且还不太好写，很容易写错。那主要的重点，第一个可能比较容易错的，第一个是度回圈，一个大刮弧，后面的话坏有一个小刮弧是一个条件，把 flag 放这里，然后产生乱数的部分的话跟刚刚一样，在这边判断 if i 不等于零 ，i 不等于零的时候才进入这个回圈里面去跑比较的部分。OK， 各位试试看好了，那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画面一样放在云端上面给各位参考。OK， 好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